是陆老师，今天要教大家呢如何改善梨形身材哦。首先呢，我们双脚交叉坐姿，然后呢，我们把一只手呢，外侧的手呢，抓住我们另外一只脚，所以像我们的脚是交叉的。如果你的左脚在上，就是用你的右手抓住左脚的膝盖，然后呢，另外一只手放在地板上面。当你吸气的时候呢，身体微微的做扭转，两个坐骨还是坐在地板上面，吐气再把你的身体再往左边更多的扭转，眼睛看左手出去的方向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延展到大腿的外侧肌肉群，让大腿外侧肌肉群的线条变得更长更顺。好，然后呢停留5到10次的呼吸之后呢，慢慢吸气再回正，然后我们再换另外一边。每天花10分钟练习，你就可以摆脱梨形身材哦。